来，那个白兔方先不要，然后那个要慢慢开车，不能太快开车，不是超速的那种。来，再一个吧，白兔方先休息一下。再一个大班的，找一个大班，各班再出一个大班。对，今天玩一下黄灯。对，黄灯的时候怎么走？变成不一样的灯哦，刚刚都没有变，都是第一灯开始开到底灯了，要慢慢开哦，准备好了哦，好，现在老师准备了，好，绿灯开始开，慢慢开哦，慢慢开，哎，变黄灯了，怎么办啊？就停住哦，过头人吗？就要慢，赶快开过去啊，哎，哇，用红灯了，那要停下来，好，然后用绿灯了。哇，绿灯，好，继续开，飘了哈、啊。要知道了吗？哈哈哈。回来了。还要再玩一次吗？差不多了哈、哦，就这样就好。好。我们今天交通安全大概就先玩这样啊，我要分享这个，来，这个我们绵羊班已经买两个，因为刚开始不知道好不好玩，所以我们买两个而已，然后我想说分享给各班老师做参考，这个金针类就叫卡巴托，好像我在业配一样，不是啊，好啊，来那个潘以欣，潘以欣请上台，我找再找一个小朋友啊，郑欣彤，来，来做示范。你这样不好拿哈。潘以欣上来，来，这给你示范。好，那请你把鞋子先脱了，好不好？放旁边。来，郑欣彤，鞋子也先脱了，再来。来，示范一下这个玩法，这个叫跳跳青蛙。还好喽。好，开始跳，端端端端，还有回馈哦，有端的声音 哦, 哦。我们是常常跳跳好几天了，刚开始都有抓的，端端端端端，哎，这个我倒觉得这个还可以参考看看，还挺好玩的，教室还可以啦，啊，不要多就是了。哎，哦，好，跳过去飞向班，飞向班在这边，来示范一下，跟你跳过去，来两个跳过去。Thank you.